在香港这么多年对社会经济跟民生都有很大的贡献。那直到上个财政年度，我们已经累计接纳了超过8500万的人次。那同时我们在香港也在创作超过27万个的职位，那并为香港的经济贡献带来1100亿港元的增加值，那相对于本地的生产总值就是30.31%的一个百分比。我们在通关以后，我们有这个机会再次欢迎来自内地的宾客重新到访香港迪士尼，看看我们这个城堡，还有就是分享迪士尼独一无二的旅游体验。